佛陀在一切自光明经弥勒菩萨过去的修行，然后呢兔仔带着伊的兔仔囝，因为这修行人七天无食，那兔仔讲啊，为着要发，为着要佛法留在这世间，伊兔仔老母就决定奉献家己的身躯，那么要给修道人吃啊。结果呢，那兄查的准备喏，迄条树形的自动，树形的自动把这个树枝捡起来起火了。树形讲伊嘛要随喜这个功德啊。结果什么人先跳了？老母也未跳了，惊听讲啊，老母你为着要布施啊，和这个修道人有法度继续修行，那这个代志，那应该我随喜卜着伊就先跳了，就这种的佛性。所以他就发愿，愿生生世世能够断除吃肉，因为他过去有吃肉，所以就跳下去啊，所以叫无胜共法啊。虽然大家发这么大的菩提心，我们还是要守戒律。